把一个人干掉，但又防止有人为他伤心，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？这些时日，老师对公主一眼相待，或许觉得老师有情缘，他只是将你看作一个不同以往的新鲜玩伴吧。三生三世枕上书，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，八度空间全马首播。